好好写哦，我跟你讲，明天我逐字检查。笑大美人以神令下，小编岂有不照做的道理？难道我是天生丽质吗？当然是喽，这张照片就算放到现在，还是让众女性羡慕到不要不要的。在一场丝袜广告选角中，萧蔷出众的气质立马被锁定。丝袜广告之后，就是我上很多的综艺节目，那时候刘德华呀、梁朝伟啊一起夹面包哦，知不知道？就是面包机这样按下去，噗噗掉起来，就跟刘德华这样，一起夹面包。我有很长的时间都睡在，就是那种 beauty salon， 因为我已经没有力气卸妆了。我就请他们帮我卸妆，完了我就去下一个通告。我真的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，所以才会有一天只睡一个小时那句 slogan 出现。为了赶这出戏，这个月我几乎住在摄影棚。可是你看出来，我每天只睡一个小时吗？顶着台湾第一美女的头衔，萧蔷叱咤演艺圈，谁也没想到后来会杀出台湾第一名模芷琳姐姐。从逆天美腿比到学历、年龄，林志玲步步挑战萧蔷地位。比较是很正常的，她来我的休息室，但是好像也是媒体安排的，因为我那时候还在弄头发。就来跟你打招呼，萧蔷姐，娃娃音，很可爱啊！你学一下，你学一下，你学。姐，萧蔷姐，我不管。这反正谁的音数比较高？我觉得他表现得非常好，就是也没有说什么，所谓的不和啊，或者是仇视啊什么，真的没有。演艺圈呢，永远都是有最多、最优秀、最漂亮、最有魅力、最有才华的人，所以这些我并不担心。在每一个人的跑道上，只可以有一个跑者，我的跑道上就是我自己，我只想要跑出比我自己更好的成绩。其他的人，我不能说都不在我眼里，但是那不是我该关注的。对，过半百的身材不科学，就连冻龄美腿也有国际认证哦。你看看啊，英国《每日邮报》都跪了。话说美女的桃花通常都是朵朵开，萧蔷竟然从来没有昏头过。你有说过不婚？说过什么？不婚。可能性蛮大。是啊，大众女神，你不能结婚。妈呀，你啊！我最近结婚的人嘛真多，实在。小刚刚好，好啦，谢谢你给我台阶下。你要去冻卵？我以前有想过要冻，就是我那时候给我妈冲洗，我真的有去试过，可是我看那个针那么长哦，真的插不下去。主要是我妈的一句话，她说不要为了要因为她的关系，然后去影响另外一个人的人生。如果这不是我真正想要的，所以其实我有时候在想。我娘真是我的最好的心灵导师。